咱婚姻观因为观念较保守，有签器官捐赠的民众并不多。去年咱全国只有881位签署，你有特别鼓励民众来响应。台大婚姻婚庆今年是继续努力来宣导，特别用心安排了话剧的表演，要透过温暖故事的分享，和大家来了解器官捐赠的过程。咱的是玉宫边啊，遐有活动，会当做来参加。台大病院婚龄婚姻为鼓励民众抢修器官捐赠，特别伫院内举办活动和民众互动。现场有精彩话剧分享器官捐赠的温暖故事，以及趣味好看活动，吸引大批民众来了解。大家想讲这个器官捐赠，我敢会无代无志，器官就去用恶去。但是我想咱的民众爱知影，伫台湾的医疗，咱的器官是袂当买卖，咱会当透过这个活动，就来签这个器官捐赠卡，是讲透过我。本院婚姻婚礼的社会工作师，咱就会当来讨论这个问题。你唔是讲你甲签这个卡，我就会发生代志。台大本院表示，婚姻观因为观念较保守，愿意签署器官捐赠民众并不多。总共一年签署的器官捐赠卡都超过600张，但是婚姻这边要签署100张都困难。过去咱这14年来，其实咱的患者有这个器官捐赠，干哪一个患者，他是捐眼角膜，所以这个艺术。就是讲，咱婚姻相对是较保守的一个所在。大家人来面对这个问题了，这个风气、这个想法，咱的生命要那个延续下去，大家也面对这个生命生跟死的问题的讨论，咱也较无避讳啊。所以我建议无，咱的乡亲会当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。现场婚姻观记者协会总干事简永鹏当场抢笑，伊希望借着家己的行动，鼓励更加侪人愿意伫生命结束的时阵，发挥家己所创的。我大哥在去年，医生说他要洗肾，我就要跟他捐赠给他，被我大哥拒绝，我大哥体恤我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说，我还有这个机会为需要的人服务。今日大家平安婚龄婚姻同意抢修器官捐赠的民众有27人，依照统计，目前全国单台器官移植的人数大约有9000多人，但是当年实际捐赠器官的人数却只有200多人，当个人多，捐赠成功的人少，好真侪生命可能因此就结束，这也让人感觉真遗憾。大家平安也呼吁大家做伙来加入器官捐赠的行列，发挥大爱。记者陈昌不多。